小伙伴，我是袁口诗。这一期的那个穿搭是关于国庆出游，你们已经想好国庆去哪里玩了吗？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大家出门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安全。那这一期的一个穿搭视频是关于国庆出游的穿搭，但是我准备的都是连衣裙，供大家参考。噔噔噔噔噔，大家感兴趣的话往下看吧。머리가빙글빙글돌아가네허리가지끈지끈아파오늘두눈이하나둘씩감겨오네시간은하염없이흘러가네네가뭔데내마음을자꾸힘들게해도대체왜해도해도줄어들지않는건데네가뭔데내친구들을만나지못해머리가빙글빙글돌아가네허리가지끈지끈아파오네두눈이하나둘씩감겨오네시간은하나